军机大臣大学士隆科多，奴才大将军季羡堂，奴婢季香，叩见皇上。叩见皇上。起客。谢皇上。谢皇上。季香啊，你过来。是皇后。季香，这一回你跟你爹二舅公是打济南来呀？是。季香，你可知道你二舅公为什么要带你到金市来？不知道。季香，朕要给你做主，把你许配给天上少有、地上无双的如意郎君。不要，皇上做主替你许婚，能由得了你要不要啊？不要，我说不要就不要。季香啊，你倒是瞧瞧看，皇上这回替你许配的如意郎君，不正是你心中想、嘴上念着的吗？心中想、嘴上念的，嗯。皇后，您说的莫非是宝亲王？人人都以为你在宫里挺高兴，只有格格我。你是被关的心里烦，着急。我把你放了。香格格。啊？香格格，您歇得好。好。你是？香格格，您真是贵人多忘事啊。昨个晚上，皇后给奴婢引荐过，奴婢姓崔，是坤宁宫的管事妈妈。
催我。香格格，您瞧，这小英哥挺俊的，是吗？香格格，这个小英哥的来历可大着呢，他是天竺国进贡的，也不知道他们是怎么教的，还会唱小调呢。大哥小的时候挺喜欢他的，哦，后来大哥上书房念书没空管他，皇后把他当了宝贝似的养在这儿，咱们坤宁宫上上下下的人可没有一个人敢动他哦。崔嬷嬷，香格格，我算不算是这坤宁宫里的人呢？坤宁宫是皇后住的地方，这会儿香格格您是坤宁宫皇后的贵客，将来准是坤宁宫的主人。格格你，格格，格格，哎呀，这可怎么得了？格格把皇后大哥最心爱的小英哥给放了，这，哎呀，我得去禀告皇后去。格格进的香，格格进的香。嗯，香格格，宫里的规矩，您刚用过饭，咱们请安，就得说声格格进的香。香格格，这会儿你跟皇后问安，就得说声皇后进的香。不用再说皇后吉祥了。崔嬷嬷，香格格有什么见教吗？宫里有宫里的规矩，格格我也有我的忌讳。香格格，你有什么忌讳？管是妈妈我求的您的名事，好赶快传谕下去，别让他们一不小心犯了您格格的忌。你知不知道我叫什么名字？知道，知道，当然知道，这还能不知道吗？格格，我单名一个香字，往后你们别再在格格我面前说什么谁们谁们进得香，要不然乍一听啊，还以为谁们谁们都要把格格我给吃了。这，格格，崔嬷嬷，奴婢在。格格既然瞧着你不顺眼，你就少在格格的眼前晃来晃去。是皇后，下课吧。是。几香啊？谢皇后赐座。几香，你在我这坤宁宫里要是有什么不乐意的话，只管跟我说。皇后，我说呀，你是那么爽快的人，怎么说着说着又厌回客了呢？皇后，我想回客。回客？回哪客呀？回南边客。南边？南边有什么好玩的呢？我
我还有好些事儿没了。啊，季香啊，你的心意我明白。您明白？季香，你是不是因为在我这坤宁宫里没人跟你作伴儿啊？啊，不不不，不是，真的不是。云儿、玉梅，奴婢在。她叫云儿，那个叫玉梅。云儿，玉梅。季香啊，我知道你在这宫里没人跟你作伴儿，我一天到晚都忙到晚，宫里头的嬷嬷爱啰嗦，你一定是瞧不顺眼，大大小小的太监惹人厌，所以啊，我找他们千挑百选的找了这两个还算看得过去的宫女儿。皇后，我在宫里也住不了多久，您又何必？这会儿啊，他爹还是个户部的内仓监督，他的爹呢还是个四郎呢，他们两个都是去年挑秀女挑进宫来的。你瞧，他们两个年纪也比较轻，性情也挺随和，我想多一半啊一定跟你是挺合得来的。皇后，云儿、玉梅，奴婢在。你们能够挑选出来伺候格格，这可是你们天大的福分啊。是，可不是吗？玉梅，她说话的口气倒有点像玉女。季香啊，我还有事儿，我得先走了。往后你要是想吃什么用什么，你尽管叫他们去做，吩咐他们啊。谢皇后。云儿、玉梅，在。在。你们两个可得给我好好伺候格格。奴婢晓得。恭送皇后。免啦免啦。啊，季香啊，我差点给忘了，刚才大阿哥说待会儿他还要来看你啊。云儿、玉梅，奴婢在。一会儿大阿哥要是来了，你们就说就说我正在睡午觉，千万不要叫醒我啊。是啊。听见了没有？听见了。楚大人，你是真不知道啊，还是装不知道啊？李大人，在下出身名家，祖上也没有人在大清的朝廷做过官，这个侍卫究竟有多大多小，在下怎么知道？哦，你要是真不知道，我就告诉你，你这名侍卫是得来不易，太不容易，同时相当的大，绝小不了。哦，这话怎么讲呢？在大清朝，你想当一名侍卫，可是太不容易，太不简单了。首先，你需在旗，而且是正黄、正白、镶黄，所谓天子亲君上三旗呀。上三旗，在上三旗里面挑选出武艺出众的，或者是中过武进士的，才有资格出任一名侍卫。李大人，在下一不是上三旗，二不是武进士，所以我说你这名侍卫是得来不易，太不容易呀、啊！多谢李大人夸奖。楚大人，不是我倚老卖老，想教训人呢、啊。所谓将相本无种，男儿当自强啊！何况你又是一名御前的侍卫啊！李大人。说的是啊。恭送大阿哥。免了。谢大阿哥。
大哥，你怎么刚进去就出来了？李卫，你在笑我？奴才不干，奴才天胆也不干。大哥，香格格怎么样？李官，还是那句老话，我想困，想睡午觉。哦，这么说大阿哥还是没有看着香格格？没有。大阿哥吉祥。翠嬷嬷好。大阿哥，这个鸟笼子里本来养的是大阿哥小时候的宠物，是天竺国进贡会唱歌的那只小莺歌。哦，小莺歌。回大阿哥，您喜爱的那只小莺歌刚才给香格格放了。什么？放了？可不是给香格格放了。奴婢在一旁苦苦哀求地说，这是大阿哥最心爱的玩意儿，千万放不得。可是您生气了，也难怪您生气了。这是一宗难得买的宝贝，何况是您大阿哥最喜爱的呢。香格格也太娇宠了，不说分由的放了。翠嬷嬷，奴婢在。你知道我为什么把那只鸟笼给扔掉？大阿哥一定是在生香格格的气。生气？没那话。没那话。嗯，香格格一定是不喜欢那只小莺歌，所以才把它给放了。这个，他不喜欢那只小莺歌，我怕他看到这只鸟笼也会讨厌，所以我才把它给扔了。净夸奖桃儿了，好不好啊？怎么，舅太太夸你还不对吗？舅太太，您夸我呀，我心里一高兴，手就那么一颤，那我绣的花不是全走样了吗？弟妹啊，桃儿啊是个老实的孩子，他有什么说什么，该说什么就说什么，你可不要见怪哟。怎么会呢？我喜欢他还来不及的。谢谢您了，舅太太。大姐呀，有的时候我想想看，我真是羡慕您的。我，弟妹，我有什么好羡慕的？您看您，有龙梅这么一个好儿子，到了淮安嘛，又得了个桃儿，调教了比自个儿亲生女儿还好几倍呢。弟妹，说起桃儿来了，我倒想起一件事情来。哎，前些阵，我们不是在这个淮安那个火神庙里头？你头一回见到十三妹，你不是说要她给你做干女儿的吗？十三妹，十三妹，我一想你十三妹，我心里就难过。她爹嘛被人杀死了，她娘又关在大牢里头。您说这孩子，命要多苦有多苦，这会儿还不知这孩子做什么呢。夫人，夫人，夫人。夫人，瞧你急成这个样子，外头出了什么事啊？夫人，外面来了贵客。贵客？是哪一位啊？安伯，舅太太。大阿哥给你端的。大阿哥吉祥。安伯，不敢。这位是？啊，这就是龙梅的舅母。哦，原来是舅母。龙梅常常跟我提起您老人家了。啊，真的大阿哥？舅太太，
难道大阿哥还会骗你不成？哎呦，你看我一高兴就说溜了嘴了，真该打。大阿哥，这位大人是？安夫人，本官是直隶总督李卫。哦，原来是至亲大人，至亲大人呐。安伯母，李大人是跟我来的，你们二位就不必拘礼。大阿哥，李大人，请坐，请坐。坐。搬进圆明园好些天了，一直都想来看看安伯母，就是老不得空。大阿哥，让您来看我，我真是不敢当呢。安伯母，安老伯该到济南了。哦，到了到了，昨儿个还托人捎了个信来呢。安伯母，老伯的信上怎么说？浓眉可好？和老太太的官司怎么样？大哥，托您的福，他们父子都很好，就是。是不是和老太太的官司还有什么麻烦？浓眉来了一封信，他说他们父子已经见到何老太太了，当时的情形。先下课。是。龙梅，快去进医院，去去。院务大人。龙梅，快起来，这里不是行大礼的地方。小事不孝，那么久没来看你。好孩子，我知道你有事耽搁了。请坐。何夫人。你请坐。不敢当。大嫂，坐。听玉凤说，你为了恳堂的事儿受了不少的累，这一次又老远巴巴从京师赶来。大嫂，快别这样说了，您这样一说呀，我就更惭愧死了。喂，记得去年我们在邓家庄见过面。是。小婿实在是惭愧极了，惭愧的该是我。那个时候你爹落难，差两三千两的银子，玉凤跑回邓家庄来跟我要，还说好说歹的不肯呢。大嫂，那个时候玉凤不认识龙梅，龙梅也不知道玉凤是他的未婚妻子啊。这都怪玉凤，见了面自己有名有姓不提，改什么十三妹，要不然怎么会有这些破折？夫妻相见不相识，简直闹到笑话。娘，有件事女儿得先把话说清楚了。玉凤，这会儿你有什么新鲜的事儿？娘，人无信不立，女儿跟安公子直到如今还是跟当初刚见面的时候一样，他是他的安公子，我永远还是十三妹。玉凤，你这是什么意思啊？女儿但愿您能体恤女儿的苦衷。玉凤，你大嫂，侄儿好不容易见一次面，再说蔡大人的公事很忙，我们先不谈这个，先不谈这个。何夫人，这回安老爷子从京里来，他带来了大阿哥的口信。是蔡大人。大阿哥对何夫人的这一场官司非常的关心，他来要龙老爷子转告本府，要本府尽快的审结，让何夫人早脱牢狱之灾。谢谢大阿哥。安老爷子，谢大人。
大嫂，这个今天早晨，我们跟这个蔡大人，还有龙梅跟玉凤一起去看过一次钦差大人二代。谢谢。可是我们大伙商议的结果，这件官司很麻烦。很麻烦。何夫人，你把大将军扭送前来的那一天，钦差大人跟本府曾经再三地问过你，这场官司你是不是要坚决地打到底？青海三万多藩民，他们的冤死，还有卓夫下狱见赏，他们的血不能白流。蔡大人，我已经说过，即使舍了我这条性命，我要替他们伸冤。何夫人，这场官司要想半途而废、和解了事，已经是不可能了。那岂不是更好？娘，可是隆科多跟季献堂都到了京师，而那季香又被送到昆凌宫去了。你是说咱们的人证物证都没了？是的。何夫人，青海48家台籍响表被隆科多拿去了，现在是万万的拿不回来。岳母大人，刚才蔡大人说的对，即使我们把响表夺回来，隆科多也会在我们夺回之前把它给毁了。照这么说，我们这一场官司能不能打赢？还有3万多藩民，他们能不能不至于白死？只有靠香格格，他大义灭亲，在公堂上扳倒他的父亲了。糟糕的是，现在香格格已经进宫，一时之间很难出得来。大娘，就算香格格能出来，有谁能劝他把他亲生父亲送上法场呢？二大爷，大嫂，你们今天一块儿来，就是专门为这件事来告诉我的吗？这，是的。只有说一句话，谢谢各位了。娘，您这是？这几天我在清静的牢狱里，日日夜夜的听见你爹哀哭惨叫，还有3万多藩民，他们的鬼哭神嚎。我知道他们千古奇冤，我有心替他们平反朝夕，安慰他们在天之灵。娘，岳母，可是神间巨鳄，像隆科多、季献堂，他们能够把自己罪恶掩盖得天衣无缝，满手的血腥洗得一干二净，真是天不长眼睛，叫我又有什么办法？大嫂，我只好去坐牢送死。龙梅、二管、玉凤，我们这场官司输定了，这是天意，这是天意。娘，大娘，大娘，大娘。信都说，如果遇见了大阿哥，把这件事情告诉你，他们也知道这场官司
是输定了，绝对是搬不回来了，所以请大阿哥不必再费事了。大娘，大娘，平白无故又添了你一位牺牲。大姐，弟妹，大姐，我想明天一早儿赶到济南去。弟妹，你到济南有什么用？我知道，我去了一点用都没有。可是我一想你十三妹，我打心眼里难过。不管怎么说，这会儿我要把她接到京城来，跟我住在一块儿。弟妹，她在那儿有个做监牢的娘。他在济南要伺候做监牢的娘，那这样好了，干脆我搬去跟他住的一块儿。李威，奴才在。证人面前不说假话，我知道你跟农科多一向都是冤家对头。大哥，这个话可不能挑明了说呀。李威，我偏要挑明的说，那奴才只好装聋作哑了。李威，我请你看在青海惨死番民的份上。大哥，你真的让奴才插手搅这件事情了？李威，你想扳倒隆科多济县堂，这不正是一个很好的机会吗？难，难，难呐！难，李威，你光在说难，可见的并不是不可能啊。大哥，奴才说这个三个难字，完全是说大哥你自个儿啊。哦，以你的说法，我怎么会这么难呢？大哥，奴才说的三成难处，大哥仔细的琢磨琢磨，你能办得到，应付得了吗？那你说说看。第一层的难处，一，上至庙堂画册，下至儿女私情，只要我李卫说出来的，大哥不要随声附和，可也不要表示反对。好，我答应。李大人，这第一层是否有个范围？当然有范围。李卫，大致在什么样的范围之内？扳倒奸臣，为忠良之辈伸冤昭雪范围之内。第三层就比较简单了。怎么样的简单法？奴才办这桩大事情，从头到尾，让大哥置身事外。哦，怎么样个置身事外法呢？对外，不要说出一个字来。可以。对内，这件事不管成功与否，大哥无需过问。这，大哥，为的是让大阿哥不要牵扯进去。好，这个我也答应你，谢大阿哥。李卫，这千斤重担都放在你的肩膀上了。大阿哥，这个你放心好了，奴才跟随皇上多年，一向专治疑难杂症。好，说得好，大阿哥。时辰不早了，该回客了吧？好吧。安伯母，大阿哥，一有消息，我马上会告诉你。谢谢大阿哥。
少跟着我好不好？格格，格格，你叫我们打拳好不好？打拳。格格，格格，你教我们念书好不好？自个儿说的，您要教我们，教你们什么？打拳呢。我自个儿连一套拳都打不全。那念书呢？自个儿的老师都不知道跑到哪里去了。您真的不知道他在哪儿啊？当年的济南，济南，那您跟他才分手不久啊？你怎么知道的啊？我，格格，您不是说过您才从济南来的吗？啊，对，我跟他在济南才分手不久。格格，他是不是叫念书的？玉美，你格格，我告诉你好了，我是怎么知道他的名字的。你说，你说。好啦，格格，昨个夜里呀，您睡着了，我听到你一直喊着他呢。你是说我说梦话？嗯，格格，您啊，一直都叫个不停了。我叫什么？哎，你快说啊！格格，您说那书呆乔木又急成这个样子，我只不过是想把这头垫高。知不知道？我是在告诉你，你敬你爹，你爱你爹，所以，哎，格格，格格，不能哭啊！这是坤宁宫，是皇后住的地方，你这么哭的话，给别人看见了不好。告诉你们的，大姐。
错，你造成这该怎么办？我可以好好过过瘾了。左彩子，到。近日无仇，你何必苦苦的找我麻烦呢？哟，三半郎，我是怎么的找你麻烦呢？哎，你这大前天你要给我算账，哎，让我弄那个猪八戒吃人参果里外不是人，这会儿你全给忘了。三半郎，怎么的叫猪八戒吃人参果里外不是人呢？那天呢，大将军把我揍了一顿，我新娶来那个小老婆燕珠又给我来了一次这棒打多情郎。三妹妹，你说说，我这不成了猪八戒吃人参果里外不是人了吗？三八郎，你本来就是猪八戒。大妹妹，我告诉你，这会儿老中堂进京，大将军面圣，香格格入宫，这大将军济南行馆，可就算本院最大了，就算是蜀征吴大将廖化冲先锋吧，哎，你也该对我客气点儿。三八郎，你是廖化不是教化呀？哎，你这廖化就廖化，干什么又扯起那个要饭的叫花子呢？三八郎，叫我钱忠臣。好，钱忠臣就钱忠臣。照你廖化冲先锋的说法，这座行馆里头就属你最大了。妈，当然你最大，那么凡事都该你做主了。当然由我做主，这还用得着你说吗？好，既然咱们行馆里又有了当家做主的，那我就可以放心了。放心了？赛贵妃，什么事情你放心了？哎，当家做主的，嗯，你等一会儿啊。好。这不是赛西施的声音吗？哎呦，怎么得了？怎么得了？这可怎么得了啊！我说大妹子，你到底想好对付的办法没有啊？姐姐，本来我还在挖苦心思呢，这会儿啊，咱们行馆里又有了当家做主的，那我就用不着再出什么主意了。当家做主的？谁是当家做主的？那就是咱们这位堂堂的山东巡抚钱忠臣，钱大人。那好，那感情好。钱大人，你倒是说说看，咱们究竟应该怎么办呢？什么事怎么办？哎，赛西施，你怎么说话这么没头没脑？到底什么事情怎么办呢？哎呦，钱大人，你不知道啊，前几天啊，老中堂派了好多人去扫了邓家庄，把人家的房子啊都给烧光了。这会儿呢，邓家庄上的人伙同着佘大海、李浩他们的，今儿晚上啊就要来报仇了。三女士，你是诚心吓唬我是不是？不
是不是，绝对不是，是我刚才去进宝客栈的时候啊，亲耳听到佘大海他们说的。你说这话是真的？千真万确，绝对不假。快！三个贝，老女将费你的神，麻烦你去把金丝袜、黑金刚还有铁崽子给我叫出来。秦中人，你是在装疯卖傻，还是果真吓迷糊？天山三老不是全跟老中堂大将军上经史课了吗？上经史课，这怎么办？怎么办呢？这怎么办？哎，咱们有当家做主的。哎呀，这赛贵妃呀，这是邓家庄的人打来，这不是开玩笑的事情啊！这个赛贵妃，赛贵妃，念珠啊，在这儿呢。哎，赛贵妃，哟，姐姐你也在这儿呢。哟，老不休啊，你在这儿干嘛呢？我念珠啊。你这位正在这儿当家做主呢，啊？当家做主呢？这哟，老不休啊！那好，那正好，那可是再好也不过了。行，燕珠，你说了好几个好，到底是什么事情啊？老不休，我告诉你，刚才门上的来说，西蜀河南山东总督。田文静，田大人到了。你这个当家做主的，还不赶快去迎接去？田文静到了，金属玉炉总督田大人。